如何把直线砖墙根据已存在的曲面创建出对应曲面的弯曲墙体。我们先把砖墙成组，根据砖墙的面积绘制出一个面，把面复制出来，使用环形分割插件对面进行细分，把面翻过来，使用地形工具对面进行弯曲起伏，链接两条直线进行关联并成组，并把两个面和线三个组一起成组，对墙体模型全面炸开，全面选中使用曲面流动插件生成曲面模型，对模型进行柔化处理，最后赋予材质，这样的曲面墙砖就完成了。关注右项带你了解更多 SketchUp。